我们的契约要到期了。你愿意跟我续约吗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太太。世界的理解是什么？世界是无限种可能性当中的数学形式当中的一种。能不能在迷雾里穿梭的困惑的人，或许的夜晚常感到害怕，我爱你，没人愿陪伴与我的秘密。张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？好啊。觉得你的人生完美吗？如果没有你这个差不多小姐，我的人生就不可能完美。